2023年6月15日，小青又坐上公交车。 从 Vancouver 前往 Levy，今天公交车上人比较多，平常的就有两三个人，到 Levy 呢，他得转车，就现在他坐的是717，到 Levy 大概等车1刻钟，转车转138，再走。 23分钟吧，就到了巴蒂斯呢。那个地方呢，有一个健身房，这是窗外的情景。小青现在发现呢，这个比利时呢，越来越多的人家呢，在屋顶上呢安装了太阳能。 节省这个用电的费用，越来越多了。就在这两三年。